本港星期一新增7685宗确诊个案，数字连续四日下跌，但系跌幅放缓。当局承认数字未反映真实嘅感染人数，担心如果市面人流增加，疫情有可能反弹。同日再多168宗死亡情报个案，整体病死率系大约0.6%。计算方法系用确诊情报数字做分母，即系大约100万人。不過，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認為，實際嘅染疫人數可能達到400万人，病死率係0.18%。特首亦都認同，話常理亦都知道唔止100万宗個案。我哋係承認咧，而家感染嘅數字應該係多過每一日報俾大家聽嘅累積嘅數字。咁所以到我哋個疫情比較穩定咧，其實好多嘅公共衛生裏邊掌握嘅數字咧，都要整理分析一次。等到日後我哋知道究竟香港發生呢一次嘅疫情嗰個嘅客觀嘅情況係點樣樣。再多20个地方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遍佈多區嘅公共屋邨同埋居屋。當局話呢啲大廈有多宗嘅陽性檢測個案。另外，粉嶺長華村長治樓、荃灣梨木樹宜村松樹樓同埋大埔廣福村廣仁樓，因為污水樣本呈陽性，同日被圍封，居民要落樓檢測。